巨星帮陈国峰补摆起酒，阿博话啲姊妹好变态。各位观众，史上最索兄弟团，所以话兄弟坚系唔易做噶。为咗帮阿新郎哥抱得美人归咧，要过五关斩六将，不得止啊！仲要俾大家睇到最温柔嘅一面。介绍翻主角巨星帮陈国峰。其实佢今年三月一号已经同拍拖九年嘅圈内女友住咗拆噶啦，星期二就补摆起走，得到一班好兄弟撑住佢啊！有份做兄弟嘅 Bob 就话，姊妹玩咗好多嘢先接到新娘，新郎哥当然有俾开门利是啦，不过就要加码再加码，跟住仲要过几关啊，扮女人唱 PPAP 啊，又要食 wasabi 啊，啲姊妹好变态啊！不过好彩最后佢哋都任务完成，睇住呢一嘴咩都值翻晒啦！诶，咪走住，夜晚仲有一对新人晒幸福。系啊，有冇好感动同好激动啊？两位，反而我就好平复个心情。我而家系比较紧张啲，因为夜晚嗰个晚宴咧安排得好唔好，招呼得周唔周到。做人嘅话咧，其实我三月注册到而家咧，都已经系计划紧噶啦。系啊，不过就要再努力啦。有冇话仔女中意边个？冇嘅，唔可以咁唔公平啊！仔同女我哋都锡。不過最好是仔，因為我喜歡踢球，我很想我小朋友呢都可以，即譬如不要只是踢球，做運動啊，即是帶他玩一些運動都可以跟他兒子一起。那你們加油了，期待你們得2B啊。